诸位同学，大家好。课注第四回，我们学到啊。本经体现啊，163页，163页啊，第一段。讲一切大乘经典皆以实相为体，如何让我们对实相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秘诀就是看破放下。啊，那我们为什么没看破？对于诸法实相啊，没有概念，真的是迷了。啊，现在我们又学到这一段，我们得把这桩事情啊搞清楚、搞明白。啊，为什么？明白就看破了，看破自然就会放下。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往生确实有把握。啊，来佛寺的三个老前辈，两个是出家人，一个是在家人。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在家人。他没出家啊，三个人都是一句佛号，晚年走得那么自在。我们学佛得用这个做标准啊，我们也有能力像他们一样自在，我们的学佛就成功了。啊，说走就走了，走之前没有任何意向。啊，老母亲往生之前还亲自包饺子啊，供养一家人，大家吃得欢欢喜喜啊。他坐在旁边一个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在家了啊。三个都是这么自在啊，欲知时知，自在往生。为什么？他彻底放下了，他对于诸法实相搞清楚了，所以他才能彻底放下。
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也得要把什么叫实相搞清楚、搞明白。啊，实相无相，亦无不相。啊，相而无相，这叫实相，事实真相。啊，实相无相是体，实相的离体没有相。啊，我们常说，但是概念模糊不清楚。啊，无相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它没有物质现象，它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啊，他没有这个现象，他也没有自然现象，所以叫他做无相啊。实相就是发心，实相就是自信，实相就是真如，实相也就是本性，这名词很多，都是说一桩事情。啊，从许许多多的名词的时候，我们就能认识实相到底是什么。啊，它没有一切相，但是，这佛法叫真空。体真空，相叫妙有，是真空不空。为什么呢？他遇到缘，他能现象。啊，慧能大师说的，那就是相，五句话就是相，实相就是自性，实相明白的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么回事情。啊，实相了解之后。与一切现象不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与一切现象当中啊，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成佛了。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阿罗汉、辟支佛。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叫六道众生，全迷了。啊，阿罗汉、辟支佛，知道少分的实相。知道的 不完全不圆满少分，所以他能放下执着。啊，菩萨知道多分，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没有了，啊，还会起心动念。啊，彻底明了的法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啊，他知道体真空不可得，相妙有假相也不可得，真正知道体相用都不可得，心就定了，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这是自信本定，自信是真心，真心本定。啊，定怎么样？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本定。起心动念定就失掉了，
那就是无明，就是根本烦恼啊，无始无明烦恼啊，念头才动就现这个相啊，这个相是，这个相是全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在佛法不是说生造的，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所以从无明现三系，从三系又变现六处。啊，道家讲宇宙的本体，讲太极。后来也有人讲，在太极上面加个无极，从无极而有太极，从太极生两仪，从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道家讲。啊，也很有道理。道家的始祖，太上老君，原始天尊啊，代表的人老子现在网络上有传统文化网，很多人在做啊，有一些文化网里头说的东西说得非常好，啊，我昨天带了几个同学看刘玉丽解释教授他的网站啊，看他讲群书之要，一共有九集，讲得很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很细致啊，像这个东西都可以把它下载做成光碟，常常看。啊，为什么要常常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习，中年之后才遇到，记忆力比不上年轻时候。年轻时候看一遍两遍，一生都影响，现在不行。四十一岁以后，至少要看十遍，你才会有概念，你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境界现前，你才提得起观照功夫。啊，在第一节里头有一段，他讲到中国古代的婚礼，
讲得很清楚，那个婚礼是教育，是人生幸福基本的教育，你要懂得的话，一生幸福。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太丰富了。啊，带给一个人一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佛陀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这一生美满，来生更圆满。佛陀是三世的教育，儒家是一世的教育。啊，儒家临终那么自在走，这个做不到，佛法做得到。啊，走得自在，知道自己到哪里去。啊，换一句话说，佛陀教育告诉你，你生从哪里来的，你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个教育要不要？去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哪个地方最舒适，哪个地方最好，自己可以选择，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啊，在这一生当中，你要学佛陀教育，你会改变你的人生。啊，真正帮助你离苦得乐，帮助你破迷开悟，转凡为圣。啊，现在有很多人对佛教、佛陀教不知道、不认识，而产生很大的误会。啊，对佛很忌讳，错了。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传到中国来的，它什么意思？人家一提它是宗教，它是迷信，全搞错了。它不是宗教，它也不是迷信。啊，这个字的解释，查查佛学字典嘛。啊，翻成中国意思一般翻作觉悟，佛是觉悟，不觉就迷惑颠倒。啊，觉悟里头有两个很要紧的意思。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福德。你说你要不要？没有智慧就愚痴，没有福德就贫贱。物质生活贫贱，精神生活贫贱，哪里来的快乐？啊，是学佛学什么？学智慧，学福德，这一生做一个有智慧、有福德的人。啊，有福要有道德，那个福是真的；有福没有道德，那个福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人怎么可以不要佛呢？不要宗教可以，不能不要佛。佛不是宗教。啊，刘玉丽教授讲得很清楚，要多听听，要多学习。啊，我学佛，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他老人家非常难得。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用这个单元来做总结，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我相信老师，我对老师的教诲不怀疑。我完全接受了。啊，以后认识了张家大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充满智慧、慈悲的长者。啊，我那一年26岁。张家大师65岁，啊，也是祖父辈的人。啊，决定不会欺骗人。我跟他3年，奠定佛法的基础。啊，以后老人圆寂了，他68岁走的，啊，隔了1年，我认识了李炳南老居士，我辞去工作，专心修复。啊，这张家大师教导我的。我跟李老师10年，啊，连同过去跟张家大师3年，我接受佛陀教育13年。33岁出家，啊，出家就接受白胜老法师聘请，在石浦寺三藏学院担任教师。啊，我记得我第一部教的课程
是内典讲座之研究，这个教材是李炳南老居士编的啊，内容是讲经的规矩，讲经的方法，啊，佛学院有些不少的老师都是教经典，啊，你们吸收，然后你们能讲出来，教化众生，啊，讲出来有一套规矩，有一套方法，啊，这是我在佛学院第一个开的课程，这个课程别人没有，啊，那么佛学院三年六个学期，我只教了六门课程。我在台中没出家之前，住了一年三个月，15个月，我学了13部经，很踏实。士气高旺，有成就感啊，很快又行，一个月学一部，有成就感了啊，看到佛学院3年6个学期一部经都不会讲啊，所以我对佛学院很失望啊，不如台中李老师的精修班。李老师是你在那住一个月就可以学一部经，住2个月可以学2部经啊，为什么？人家懂得教学方法，啊，真正抓到了祖祖相传的技巧，佛门叫善巧方便，啊，所以我出家之后感觉到自己学的不足啊，啊，在台中先后一共学了30多部，都是小部经啊，比较大部的像《金刚经》《普贤行愿品》《地藏经》比较大一点啊，在阿含方等里面抽出来的经典小部的，大概在外面讲了一个星期，也就是7-8个小时就讲完了啊，这样的经典有20多部，所以感觉到一定要学一部大经啊，这才行。我自己选定的《法华经》带了10几种注解到台中啊，向老师要求，老师觉得好，好事情，但是他正在讲楞严啊，刚刚开讲没多久，玄义还没讲完啊，他就劝我学楞严好，
楞严的分量跟法华差不多，啊，是一部大经。古人常讲，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他说你学楞严就跟着学。如果学法华，我得另外找时间单独跟你讲。他说你晓得，他实在抽不出时间，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就改学楞严。啊，他老人家讲一部楞严，我也复讲，复小组也讲了一部，一堂不缺。啊，3年呢，他讲经一个星期讲一次，不是天天讲。啊，如果要每天讲，大概一部楞严经半年讲完了。啊，所以我这部经在台中住3年，学得很扎实。啊，那么一切经找到古人注解，自己拿到手就行了，能看得懂，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从此而后，我讲经的时间就多了。有一段时间在台北，一个星期讲30多堂课。啊，30多个小时。啊，每一天上午、下午、晚上讲3堂。啊，每一堂课90分钟。那个时候录音，这个录音带盘录音带90分钟。我们就以这个为标准。啊，用录音，用录像，我们是最先开始。啊，因为许多同学们都在国外，我们录下来之后寄给他们。啊，海外各地他们都能听得到。啊，所以基本的概念我们现在是搞真的，不能搞假的。搞假的对不起自己，搞真的，真的标准就要像海贤老和尚这几个人自在往生。我们什么都不求，只求自在往生。啊，走的时候安详，没有障碍，没有牵挂，啊，也不需要人作念。啊，作念的事情是往生以后你们去做念去，啊，绝没有障碍我们往生，这才行啊！啊，这才是个真正念佛往生的人。那么实相
我们昨天学的念老引用金刚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如来就是自性，你要能见到诸相非相，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真正见到实相了。啊，住相非相，怎么见的？确实，现代量子力学家，我们对他感恩。他把我们的疑团化解了。所有现象，整个宇宙现象是怎么回事情？佛说非相，佛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物质现象这个秘密，宇宙的秘密完全揭穿了。他们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物质是什么？是波动产生的幻象。什么波动？念头。念头我们能有概念，为什么？念头起，念头灭，念头有生灭。我们只知道粗的生灭，细的生灭不知道。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凡夫动个念头。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多少物质现象，有多少个精神现象。我们用这个话来说，大家容易懂。它的原文是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实也。这是经典的原文。问了三桩事情。心有所念，有几个念，有几个相，相是物质现象色，有几个实，实是受想行识，合起来就是无蕴。那无蕴是什么？无蕴是最微细的念头。最微细的念头，它里面有五种现象，所以叫无蕴，蕴藏在里头。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多少？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这就一弹指。有这么多念头，32亿乘10万，
得的数字320兆，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概念的。啊，320兆个微细念头纠缠在一起，对不对？一弹指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现象。什么现象？整个宇宙。啊，那现在我们科学是用秒做时间单位，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啊，我相信年轻、体力好，啊，弹得快的，至少可以弹5次。有人说可以弹7次。啊，那我是用5次。来说明，那5次就乘5，320兆乘5，1600兆一秒钟，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所以佛说相而无相。无相而相，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会知道？而这种事情呢，就在眼前。啊，就在当下了。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就是色受想行识，这是宇宙万有的基本现象。啊，整个宇宙都是这一个，我们叫做原始点吧，啊，这一个物质现象组合的，所以叫一合相。啊，一就是这个小点，这是物质的最小的，没有比它更小的了，它不能再分了，它要分就没有了。啊，这科学家找出来，科学家他是叫他做微中子。啊，那么他存在的时间就是一念，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就多少生命，1600兆次。我们完全不知道啊！你们查查科学报告，电视的频道显像一秒钟是多少次？啊！从前老式的电影是动画，它的生灭的速度是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镜头开关24次，开相片照进去就散，关起来就灭了。啊，一秒钟开关24次，就是一秒钟24张幻灯片，在荧光幕上产生的幻象，我们怎么样？我们把它看成是真的。
啊，幻觉，眼睛靠不住啊，眼睛没有看到真相，看到假象了。啊，那24分之1秒，这个幻灯片的，在放映机放映的速度，那叫真相，那是实相。实相你能不能见到？见不到。啊，可以做实验。我们用24张底片，把23张都抹黑，只留一张，让它在放映机里面去放。放的时候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光一闪，光里头看不到，只看到光一闪。啊，里面是什么？都太快了，完全没有看到东西，只是看到光一闪。啊，那什么？那一张。啊，再加上23张，你才看得出来，就是说。1秒钟，啊，24张，纠缠在一起，在荧幕上看到这些，看清楚了，啊，看到人，啊，看到动作，看到花草树木，看到山河大地，24分之1秒，还在纠缠在一起，单独的看不见。啊，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次，你怎么会知道？整个宇宙这个波动性就在我们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不没有例外的。啊，凡所有相，借势虚妄，我们有概念了，有了啊，确实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所有的活动啊，科学证明不是假的啊，这就是借势虚妄。所以有，有不可得，有是幻有，佛经上讲妙有，妙有什么？非有而有，有而非有。啊，根本得不到。第一个，身体得不到；第二个，念头得不到。你说生不生活？哎，能够思维想象这个生活，这也得不到。为什么？它每一个现象的生灭，都是1秒钟的1600兆次，哪一次是你？生灭的频率这么高，它不中断，但是你要晓得，它不是相续。为什么？每一个念头不一样。如果是相续，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怎么样呢？相续的人就不老，长生不老，他一样的嘛。他不一样啊。啊，所以人有年轻到老，每一秒钟都在变，不是变一次，一秒钟变1600兆次，这叫真相。整个宇宙如是啊，我们身体不例外啊。啊，你要把这段时间搞清楚搞明白，全是假的。啊，整个宇宙是了不可得。啊，所以佛经上有说，古人有说，
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什么都带不走，身体假的，念头假的，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控制，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全是假的。那佛告诉我们，假的要放下。这假的里头有真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自信，是本体。啊，真的这个东西呢，假是从真出来的。迷了真，假的就出来。是这么回事情啊，假的知道它是假，它不是真的。那用什么心态对它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正确了。这就是佛，这就是化身大师，他们对于全宇宙没有起心动念。这叫求啊，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他知道是假的，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啊，你得不到，你不能控制，你不能占有，啊，佛菩萨是怎么看待的？佛菩萨完全没有起心动念，啊，假象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起心不动念，所有一切现象对你没有丝毫干涉。你要起心动念就受到干扰，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受干扰，所以没有妨碍。真不爱妄，妄也不爱真，真妄同时起来的啊，真是没有起，妄是有起，但是妄怎么样起怎么样灭啊，起灭没有伤害，对真没有丝毫伤害。啊，没有丝毫障碍。真不障碍妄，妄也不障碍真。啊，真是真空。妄是妙有，幻有。啊，像人做梦。梦中有境界，做梦梦中好像梦是真的啊，醒来之后这个梦境再也找不到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叫我们把整个宇宙，把一切万法的活动，要看成梦幻泡影、梦境，它不是人的。啊，梦到天堂，
心是定的，没有受到干扰。梦到地狱，心也是定的，也不受干扰。这是法身菩萨，诸佛如来。在境界里起心动念的，没有分别执着，这菩萨。起心动念再加上分别执着，这是凡夫。为什么？你受干扰了，不是他干扰你，是你接受他的干扰，他没有干扰，你把他看错了，你把他想错了。这种想错看错对自己伤害太大，那叫业，你被他染污了，你被他控制了。这种控制就是六道轮回的出现。六道从哪里？是自己变现的，本来没有，设法界也没有。本来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性起，设法界是缘起。缘起，阿赖也是根本。性起没有阿赖耶，性起的根本是自性，真如自性。自性里头没有三种现象。那自性里有没有色相呢？有，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图就是现起的。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实现是这个十报庄严图也是现起的，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讲华藏世界现起的。设法界呢？设法界与缘起。缘起为时所变。性起只以为性起，没有为时所变，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能把这个你搞清楚搞明白，有个清清楚楚的概念，要细心观照，见一切人事物，马上就想到这什么现象？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的现象，马上就想到。这事实真相，我们就不会执着了。不会有妄想了，清清楚，这叫照见。心念照见无蕴皆空。怎么照的？就这个照的。知道无蕴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里生灭，前年灭后年生。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1600兆次。一弹指36亿8000年。这叫观照啊，这叫看到真相啊。对这个假象啊，不生贪
贪嗔痴慢疑，啊，一切随缘了，一切得大自在了，走的时候就能自在逍遥的走了，就是这么道理啊。见宗法门还有个大好处，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这个加持不是在临命终时，临命终时当然加持，现在就得到加持啊。念念，这个念念就是1600兆分之1秒，念念都得阿弥陀佛加持，这人怎么会不开悟呢？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心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不在外面。外面全是啊，心是极乐世界，外面环境全都是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多众生在造业？迷惑颠倒法，这糊涂人啊，喝醉了酒发酒疯啊，过一会就好了，他酒醒了就好了，就正常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实相妄想不是万空，也不是断灭啊，它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所以我们若见诸相非相，就见到实相了啊。见到生灭的速度，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速度最保守是1600兆分之1秒，那我们算1秒钟5次，5次弹指，如果是7次，你们再算算看。啊，320兆成器320兆成器2240兆还有零头啊，兆2200兆是吧？2200兆，对呀。啊，这有人说7次，那用7次的话，2200兆。啊，5次是1600兆，这真相。啊，我们常常有这个概念，于一切法了，你就放下了。啊，不放下，就是六道轮回；放下，六道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放下，我们往生得大自在啊，不放下那很难啊，助念也很侥幸因缘殊胜啊，助念帮助你往生。
啊，但是作孽也会障碍你往生。完全看当时的场面。啊，所以印光大师文钞里头也在叮咛嘱咐，作念的时候决定不要去碰往生的人。啊，连他的睡的床都不要碰，走路都要有一点距离，不要靠近。啊，为什么呢？怕干扰他。他神识要什么有走，干扰他会成灰，那一成灰他就堕地狱去了。啊，所以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啊，决定不要去探探，哎呀，是不是走头顶上走的，走哪里走的，这个都不好。啊，都是干扰往生的人。啊，如果他往生断了气了，神识没走，通常断气大概八个小时神识离开。啊，也有更迟一点，所以说12个小时14个小时比较安全。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断气之后14个小时不能碰他。啊，只能用佛号，让他听佛号，不要讲开示。啊，很多人念一段时间讲一次开示，这都不如法。啊，讲开示扰乱，他的安定啊，往生从定中走的，不能有念头啊，念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对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李老师往生，啊，连有念佛号送他，念多久呢？7期49天，日夜不间断，就一句佛号。啊，无比的殊胜庄严，念佛的人600人，600个座位，啊，人念久了念累了离开，旁边看到有个空位置就补一个去，啊，站在旁边护持道场也是等空位，有空位就补。大概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李老师那么大的福报啊，有600人不间断啊，这是他老人家在台湾38年弘法利生感受的果报啊！
那么这个第二段里头，啊，第一段是大乘经以实相为体，第二段讲实相第一因数，怀让大师说：“设思亦无，即不中。”这个你说不出来的。啊，所以说，凡有言说，皆无甚矣。啊，真的是说不出来。你要很细心去体会。你要很细心去观察，啊，观什么呢？一切相非相，观察这个，啊，慧能大师的四句偈也可以做观想，观实相。啊，实相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这是他见到实相说出来的。任和尚一听就懂，他真的放下了，真的见性，衣钵就传给他。言说不能说，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为什么？对上上根人，言说能够引导他悟入。那慧能大师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彻大悟，引起他。啊，他为什么能够悟入？他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这三个心跟真心相应，啊，所以能开悟，能大彻如是。如果有人也是这样的用心，他也会开悟。啊，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从《坛经》里面体会到慧能大师，也就我们平常常常说的，用真诚心对人对物。啊，他第一次有悟处是卖柴的时候，
财卖了，是一家客栈买他的财，啊，他拿了钱出去，在门口窗户铺听到里头有人念经安静，他就站了一下，在窗外听，啊，五十后窗户纸糊的，没有玻璃，他不隔音，啊，里面外面看不见，但是里头说话听得到，啊，他在读经，也是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等他念完之后，慧能大师敲门进去，问他念什么。啊，他是念经感觉。他把他自己的悟处讲给这个念经的人听。念经人听了之后，感到非常惊讶。这是上上根。啊，他听了能够悟入，啊，所以就劝他到黄梅去拜五祖，跟五祖学习。啊，他说明他家里母亲没办法去，每一天砍柴、卖柴过日子。一天不工作，一天生活就没着落。啊，这个句式很不错，听的人马上就拿了十两银子送给他。啊，在那个时候，十两银子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他一年也赚不到。啊，那么找几个居士照顾他的老母亲，啊，让他放心前去，啊，这个事情促成了。这是什么？用真心，平常就要用啊！不是我对佛菩萨用真心，我对人觉得怀疑。就不敢用真心，所以你对佛用的那个真心也不是纯正，里头夹杂着妄念，这人不能欺辱啊！啊，一定要用真心，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啊！吃亏上当绝对不是自己，自己展开经卷或者是听讲解有误处啊。有别人没有办法入的境界，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佛法妙就妙在此地。啊，佛法如是，中国这些古籍圣贤人留下的皆如是。啊，所以佛家讲求其义自见，你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觉悟，这位开悟。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是见性，大悟小悟没见性，但是比一般世间人显得有智慧，显得高明。啊，那么这个地方摄相利益言说，我们初学佛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听经，要能听出弦外之音啊，这是比喻，弦是弹琴。你听弹琴的音声，你要能够体会到弹琴那个人当时的心情，那你就真会听啊！你只听到琴的音，你不知道弹琴的人他的境界，你算是白听了。那么佛说话，所谓是意在言外呀。你要能听懂啊！啊，《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从能大师之后，这两句就出名了，大家都会念。啊，大家也会听，为什么不能？开悟！啊，能大师听了开悟，懂得佛说法的意思。啊，别人读《金刚经》，有人读几百遍、几千遍，都不能开悟。为什么？着想啊！着了相，就不叫做经了。跟世间的书籍没有两样，啊，是一种常识。经典不是知识，经典里面有真实智慧。为什么说经的人是从真实智慧里面流露出来的？佛陀化身菩萨了，他们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言呢，我们不会听的，把它当作我们六道的语言，所以开不了悟啊。我们对他什么态度？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那么慧能大师用什么程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听出弦外之音，啊，弦外之音是实相，是真如。第三段里头，圆觉经说的，住幻灭尽灭，觉心不动。幻灭灭故，非幻不灭。故云：不用求真，唯虚习见。啊，诸幻是什么？凡俗有相，不，皆是虚妄，这就是幻。住幻是不是净灭？它有生有灭，
但是什么决心不同。诸患是从决心生的，从决心生的是兴起的，不是十法界，是十宝庄严土。啊，决心生的，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那个万法是一真法性兴起，一念不觉而就无明，无明是阿赖耶，就变成缘起，缘起是一兴起，没有兴起就没有缘起，啊，缘起是性，这个性起是缘起之所依，啊，也就是说，阿赖耶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六道轮回，实它能变，啊，它不能生，它能变，性能生。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是性起跟缘起混合在一起，性起这一份是真的，缘起这一份是假的，啊，性起是体，缘起是相是有，啊，那么在一真法界，在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跟别的世界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的方便土、同居土也是兴起。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之名，全是兴起。跟十方世界完全不一样。啊，全是兴起，兴起是平等的，性里头没分别。性里头没有染污，所以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净土，啊，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凡圣同居土是无著无实，啊，后面第四段，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以强名实相。所以实相是个名词，是因缘生法，那也不是真的。叫他做自性也行，叫他做法性也行。叫他做法身也行，啊，释迦牟尼佛叫他好多个名词，都是一桩事情，这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
说这么多名词是破你执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相是假的，不能执着，名也是假的，也不能执着。啊，所以懂得这个意思，什么都不能执着，但是净宗什么都不能执着，难，非常非常困难。心中教我们这个净土，教我们方法执着阿弥陀佛啊，弥陀人经，弥陀经人讲执持名号所以其他宗派大臣都从空入门啊，净土宗从有入门。从空门入庙，我们空不了，所以难行道。从有入门容易，我们能把握着真心，这叫易行道。啊，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学不执着不分别，对我们往生不会有障碍。我们往生没有那么自在，就是有分别有执着。来佛寺这三个老人，他们为什么都能自在？非常明显，他们对一切法不执着不分别。啊，就能走得这么自在。这个世间的人事物能不管的尽量别管，万缘放下，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分秒不舍，这就是来佛寺三老给我们表法的啊，给我们做出念佛的样子，要这样念佛啊，才有他们那样的结果，自在往生。老太太表演的伶俐潇洒，啊，失手都不见了，都找不到了。啊，不许后人呢去纪念他，全是假的嘛，有什么好纪念的？念佛就好了。不要再念别的了。参考资料里头，99页下半段，181条行信，
为不变之心体，即如来藏心，自心清净心。这个里头引用的圆觉起心论，那法华为师，后面还有止观、传行法要啊，中国式的语录，最近一个时期啊，经常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发生，有很多的人呢遇难。那么大家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超度这些亡灵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没有学过佛法的，给他们立上牌位，在家里立上牌位，播上这个放上这个播经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家人可以呀、啊？跟他们做一些开示，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到另外一个维次空间，请你们到家里来念佛，这种开示是不是可以呢？感恩师父。可以。我们要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对待他们，都会有改变。他们会得到好处。阿弥陀佛，哎，感恩师父上人，感恩诸位大德同修，那刚刚弟子听完今天师父讲的课呢，有几点感悟，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海贤老和尚，还有海庆老和尚，还有贤公的母亲，我觉得他们都是把这个1600兆分之一秒全部都住在这一句佛号上。所以呢，他们就此生呢就得到了清净平等觉，而且给我们示现的呢，也就是健康和长寿。尤其是贤公呢，112岁呢，无论是体力还是智慧，都胜过常人。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贤公和尚不为这些妄境所动，也就是贤公和尚做到了可以转境界，则形同如来。所以就像老和尚他自己讲的，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那第三点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对这个在阿弥陀经中呢告诉我们说，他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信之法，而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在弟子看来，其实世尊也是将这个1600兆分之一秒住在这一句佛号上，也是念佛成佛，才能够返望归真，见到真如实相。那么诸佛如来，所以
处世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示现的，无非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那释迦牟尼佛既然是念佛成佛，所以贤公和尚他真正也是做到了像世尊这样，将1600兆分之一秒都住在这一句佛号上，才真正是给我们做到了正转。也就是师父为什么常常告诉我们说贤公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总结，因为贤公和尚和世尊一样，都是给我们示现的念佛成佛。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刚刚师父上人一直有讲说这个念佛就是助念的，如果能做到自己念佛，尽量就不要助念。那弟子的体会呢，正如就是普贤菩萨曾经发愿说呢，愿他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那其实作为普通人，真正如果是没有任何信仰的话，临欲命终的时候是一切诸障碍都现前。那也就是说其他的法门又全部都靠自力，这个时候又一切诸障碍现前，又得不到佛力的加持，那可想而知大部分的人都是堕到了三恶道里面去。那我想既然是这一生能够接触到净土法门，我们应该升起足够的信心，既然连普贤菩萨都愿他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那我们更要以此为警戒，向贤公老和尚学习，将自己的生活能够练就到每一秒钟都住在这一句佛号上，然后慢慢把自己的障碍减轻，临欲命终时就是障碍少一点，能够相信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好，感恩师父上人。希望上官也给我们大家做最好的榜样。自己做主，自己有这个能力有把握往生，最好不需要助念。那我们知道普天之下有很多的助念团，大家在听到这个教导之后啊，这些助念团他们该做些什么？感恩师父。助念有这个必要啊，自己功夫没有到成熟，没有把握的时候，助念还是有很大起很大的作用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助念啊，那么最好我们自己有把握，走的时候很自在，走了之后让大家再助念啊，这样就很好啊。像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之后，你看助念能做到49天，日夜不断，啊，人数是600人，啊，念佛堂摆600个座位，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600个蒲团，啊，不是椅子，啊，日夜不间断是有很多人都想的。日夜都有人去啊，看到有座位空到的去就补位置啊，49天，感恩老师教诲正恩啊，通通都是表法啊，这是师道，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最后送老师
这一片诚意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这更重要啊。这作念这是形式，真正依教奉行呢，这是实质啊。张家大师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不重形式不是说不要形式啊，有形式还是好啊，还是会有影响啊，提起大家的决心啊，我们为自己还要为正法救助啊，正法救助还是要靠形式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疏忽啊，有轻重差别，重点掌握到了，轻的也不能疏忽，只要是为众生有利，对于正法求助有利，我们都要认真努力地去做生命。还有六分钟。对，没有看到，那平常旁边不是可以出现一个麦克风，刚才的画面没有，但是它自动关了，那你重新看，重开这个软件，我关闭来重开，对，哎呀，现在有，对呀，现在有，对呀，就会让它按回去，刚才，不是，你可能不小心去碰到，没有。那你现在就好，这个音量是啊，啊，现在可以，现在可以，嗯，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就是对软件的熟悉，你要知道，但是我看不到那麦克风。啊，有一个，好久，先开界面，先开好久。师父好，师父好，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弟子悟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父上人，也就是弥勒菩萨有讲到，一坛子有32亿百千念。那这个32亿百千念，32，它是确确实实有这个数字，还只是表法而已？像无量寿经里面有用这个1、10、19、21，还有7这些数字。那么这些数字呢，都是代表圆满的。那悟圣有看到科注在。科注的150页的第6行，就引用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也就是第4个字开始，以10种无量无数因缘。那么这个10种，相信悟圣的这个理解呢，是代表大圆满。
因为华严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十，所以悟生不晓得这个弥勒菩萨所讲的三十二亿百千念，那个三十二到底是代表圆满呢，无量无边呢，还是代表确确实实的一个数字？请师父上人开示，谢谢。阿弥陀佛。这些疑问呢，我们都存在了很久的时间，一直到我们看到科学报告，我们才真正佩服诸佛菩萨他们的神通妙用啊。那么佛常说这个事，像这些事情要八地以上才能见到啊，八地是圆教，距离妙觉的果位很近啊，也就是说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真相，八地以上五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他们完全看到。那么七地以前还没有自己真正看到啊，科学家今天所看到的是依靠精密的仪器啊，我们在科学报告上看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能够捕捉到一千兆分之一秒啊，如果没有这个仪器的话，没有人有能力看到啊。就八十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物质啊。那么最近八十年之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啊，居在从前不敢想象，居然能够有能力掌握到一千兆分之一秒啊。所以我们看到科学这个报告，我们相信啊，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说的这个数字是真的，是可靠的啊。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佛经上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现象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是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啊。如果它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相虚相啊，经常也告诉我们是相似相虚，这说得非常之好，相似相虚啊。楞伽经里头也他讲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常常有这个观念，对于眼前的现象就能放下，就不会执着啊，这个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啊，让我们真正放下万缘，真正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一句话真正的意义参照科学报告我们体会到了啊，没有科学报告这个疑问我们总是在心上，只要有疑问都会有障碍，甚至于临终的时候障碍往生啊。所以断疑生信比什么都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大师弟。向师父问讯。好。